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黄老师。在之前的影片，黄老师有跟大家分享过如何用不同的语言跟你的朋友说 Hello， 你好，こんにちは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呢，黄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用不同的方式与大家打招呼。那么在美国呢，你们知不知道美国 In USA is hello， 在美国是 hello。 那么打招呼的方式，他们可以是握手，可以是握手 OK， 也可以是一个拥抱，或者是一个 fist bump， 对不对？再来呢，就是在中国台湾，我们都是怎么样呢？挥挥手，挥挥手，你好，明不明白？再来，如果在日本和韩国，我们都是怎么样的？我们都是鞠躬，こんにちは，안녕하세요，我们鞠躬，好不好？ Bow。 再来呢，就是我们如果是在法国。在法国是什么 ？Bonjour。那么打招呼的方式就是我们亲吻对方的脸颊3到4次。比如说，亲哪里呢？亲对方的脸颊，明白吗？我们抱着对方，然后亲吻对方的脸颊。OK， 这样，或者是两次。一边两次，另外一边两次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在印度 ，In India it's Namaste。那么 Namaste 是怎么样的呢 ？Namaste 是这样的 ，Namaste 双手合十 ，Namaste 表示祝福对方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谢谢大家。再见。